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超级柠檬的朋友，恭喜超级柠檬1000订阅。有些观众可能知道我是谁，但是如果你们不知道我是谁的话呢，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开玩笑的啦，超级柠檬1000订阅，虽然说从零到1000订阅这个过程中，在超级柠檬这个频道呢，真的有够轻松的。我是不知道这个柠檬打算怎么庆祝，但是我猜有 98% 以上的几率呢，他可能会做 Q&A。 我觉得 Q&A 有一点点的土，开玩笑的啦，土爆了。开玩笑的啦，是柠檬土。最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超级柠檬的频道还不错的话，可以点一下底下红色的按钮哦。那我是超级柠檬的朋友。